唔係喺個門口嘅咩？個門口咧？夏田雙子，死女，我知道，是我又只唱得家，一開頭嗰個，佢個 friend， 但是為什麼在這裡？偷食。即係佢喺屋企，去咗佢個 friend 屋企，啊。兩個人口擋鳩住，有啲閃閃靈嘅嘢喺對面。唉，算呢間房，海老子像的房間，海老子像在麼？好像不在。啱啱側邊都睇到，唔喺度。不過佢睇唔到個主角。呢有閃閃發光嘅嘢。這是中學時代的照片，好懷念。附近的猶太軍，因為是美男在校，很受歡迎。屌咩？好好忽視到你。左邊第二，自己。喂，你唔可以唔好咁樣，自己。左邊第三，海老子像佢個 friend。護士吧，呢個佢屋企嚟喎，佢都唔見咗。睇怕到凶多吉少，左邊嘅貌美像，三年前行蹤不明，從那之後就沒再見過。咁我睇完，哇！呢一點就係咁樣，哇！佢個 friend 個垃圾桶真係冇好多紙巾喎。呢度去唔到。我揾到間房呢度，我 save 啦 ，save 一下先。門口，好理所當然咁樣開唔到，鎖咗。哇！隔離有條友，黑髮，黑色衫。對著洗手盆唔知做緊咩，有啲恐怖啊！電話線俾人切斷咗，屌！屌 ！What the fuck？ 咁你窒咗一窒，梗係窒咗一窒啦！好恐怖啊，大佬！佢點解突然間？屌！樓上嗰嚿嘢，樓上嗰嚿嘢啊，咁真係過得啦，上翻樓上先。屌！哇！屌，較細聲啲，大佬，感覺到了誰的視線？又係南京鎖。樣樣搖，其實咧呢個所謂樣樣搖就係真係一支嘢之後曲咗攞嚟俾你拗背脊咧，因為你一個人你拗唔到嘛，所以就俾支棍咁樣嘅嘢你咪撩後邊咯，所以係咯類似嘅嘢。哇！屌，嚇鳩我嘅，撲街，頂，都係入唔到。冇嘢睇又落翻去，等先。呢個係開唔到。我哋頭先嗰個黑髮女人係咪真係廁所嗰個？唔知啊，睇過啊。四鎖鳩咗。等先。有啲閃閃發光，左上角。係喎。攞唔到，佢冇啲有啲電，等先，我用呢嚿嘢，用獵槍，用獵槍打落嚟，沒子彈了，一粒子彈嘅獵槍，咁真係。有撚用。上面是什麼？呢個養養妖，勾的著馬，乜撚嚟？勾唔勾到㗎？勾的著馬，
鎖匙入手。走啊！咩啊？用條鎖匙嚟走佬。你可唔可以坐前啲啊，元哥？嗯。你使唔使咁驚啊？快快啲啦！屌你！喂，睇我玩好似好爽咁樣，咩話？門被鎖上。鎖匙啊！廁所。佢咪自動用㗎？但係真係要自己用㗎。下面咯，你下面都未去過。我知呢個係客鳩喎，屌真係。呢個唔係。呢個用鎖匙打開了，閃閃發光，金錘。無威傑錘。武器喎，武器喎。等先。呢個係咪凳嚟㗎？咁撚有碌嘢喺度嘅張凳。凳平啊嘛。可唔可以用錘打爛佢？係唔得，呢個嘢打唔爛。攞個錘仔之後有咩用啊？係，我哋攞個錘仔可以。唉，都係不外乎揼爛啲嘢啫，係嘛？呢啲冇咩嘢可以揼爛啊！而係一張好劣質嘅相，好懷念。你咪指引我靚仔，呢度都係開唔到。係如果可以揼爛個人就好，係唔得嘅。塊鏡呢啲。爆鳩個缸。缸嚟咩個？缸啊！哇！個缸係唔得嘅。爆鎖。鎖喎。破爛。密碼錯誤，爆箱，哦個箱係得嘅，然後個鎖係廢，把木箱敲碎了，便條入手，父親的眼睛被母親的眼睛喉嚨鼻，而我也，其實我比較在意所謂嘅我也係咩啊？佢係咪死咗定係點樣？唔係，我都唔知嘅咋。寫下寫到一半，死緊咗。哇！好豐富嘅想像力。即係嗰個食果實嗰個唔撚使死啊！佢啲 friend， 佢個 friend 瀨撚咗嘢喎，睇嚟。瀨撚曬。佢個 friend 都似生存唔到㗎啦。門被鎖上了。有咩線索啊？廁所嘅事咯，睇下。廁所？唔係又。佢冇撚條友。條友走撚咗咯。佢係咪出咗嚟啊？定係？哇！小心啊！神走位咗嚟啊！神走位。哇！你唔係想同我上演呢場追逐戲啊？咁入得未？點解唔入得嘅？佢走咗出嚟嘅，咁喺邊度走出嚟？穿牆啊！哦。等先 ，save 咗先 ，save 咗先，有啲危險。好啦，去個廁所望啦，既然開咗。睇過。哇！佢喺度喎。喂，你好啊，靚女。係哪個？等先，開細聲啲先。大佬我都驚啊！準備走。哇！哇，好可愛啊！佢個胸你睇。啊！要追來，你要快點逃啊！去邊啊？去窗簾，窗簾，窗簾！我屌！哇屌啊！喺我後面咯，一格！哇！哇！其實件事會唔會太順理成章？唔係，啱啱我入唔到，走嗰陣時候入到。咁你都睇唔到？哦，咁你就避過咗啦。哇！咁佢哇！出嚟都恐怖過人喎，屌你！喂，你唔好驚我咁厚啊！頂。居門口 cam 住，膽小如鼠啊！而家。頭先啱啱入廁所，好似有啲嘢閃閃發光。鎖匙入手。哇！真係鎖匙喺浴缸度。係。因為可能就女嗰、那個女人拎住。等先，鎖匙，我哋嘅鎖匙。唔係呢三度都入到啦。是的，這三道都入到了。上面咯。沒事，已經。
上面可以用鎖匙開。咩啊？唔得，門被鎖上面。點解佢介紹？點解佢介紹係點點點點點？其他嗰啲介紹都係冇嘢講啊！鎖匙唔通就話俾你開門咩？唔通咁寫咩？同埋佢個嘢都話咩無微不至的照顧，即係呢度啊，用鎖匙打開了。門被鎖上了，依勢響指。其實張先即係佢阿媽啦，係嘛？依勢響。因為佢叫依勢海老子啊嘛。海老子啊！我好似係喎，有啲邏輯喎。誰啊？誰在？可能佢家姐啊，即係老即係有時海老子長媽媽，真係佢阿媽。你是海老子長的朋友？我係雙子啊。雙子，咁型幹嘅叫茄子粉。啊，雙子像，為什麼在這裡？要怎麼說明才好呢？我也不了解現在的情況。其實他最了解，應該是他最了解的那個，偷食供品之後瀨撚了東西，中飯不知道，不是，還影響人家家，現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還要整條村，果然發生了什麼不吉利的事。欸，當我發現的時候就已經被關在這了，一定是什麼可怕的力量在運作。佢唔係佢老母個喉嚨咩嘅咩？係喎，但是上面張字條好似話過佢老母個喉嚨被乜嘢嘅，之後佢老豆隻眼睛係被乜嘢嘅。咁即係其實佢老母係咪死咗啊？定係點樣？我在來之前被怪物襲擊，史摩蘭道士即是王在發怒。啊！你唔通就食咗粒嘢？唔通有人偷食供品？死王！是那個門一直在供奉供品嘅人。即係你偷食咗佢供品嘅人，應該係。不管怎麼說，你人來真是太好了。雙子像能幫我把這裏打開嗎？好的，但鎖匙在口那裏，在那裏應該連住個字啊！屌佢，佢啲翻譯。嗯。拖嚟。佢咪其實係咪個翻譯組又打錯字？唔知喎。抱歉，想不起來，能幫我找一下麼？好的。即係我哋依家要，即係要，我哋幫佢揾鎖匙喺間屋度揾。咁我哋有機會再撞嗰只女鬼喎。如果要揾嘅話，係嘛？因為左邊就上面，有邊間房未開？未開呢度咯，呢間房未開。屌！黑人咪翻而家。街，佢成日嚇鳩我。撇咗啲血出嚟入得喎。我呢度，我哋呢度係得邦哥係唔驚唔撚驚，我同二哥都係驚。隔咗一陣，呢度我聽同時隔咗一陣。裏面放著西裝。哇屌啊！甚血啊你好，這是血，這裡的牆壁可以用豪威鐵錘打爆的。係佢咪真係指咗碰瓷好脆啊？定係點樣？獵槍係冇子彈，都用個錘仔，係用呢、這個。豪威鐵錘攞嚿嘢敲爆碰瓷。攞嚿嘢敲爆碰瓷，用個錘仔啊！對面好像有什麼東西。卜卜卜！打破了牆。哇！屌你老屌！哇！你其實就咁睇張圖係唔驚嘅，佢喺度配埋啲濕鳩音效，我驚我彈起。哇！嚇！係咁咯。佢每次一驚咧，隻眼就下陷咯，黑咗眼或者呢嚿嘢。這是什麼？真係好深。係佢老豆。是做出來的東西麼？冇隻眼。係喎，冇隻眼。佢老豆，咁即係佢老豆真係冇嗰隻眼，咁佢老母係咪應該死咗啊？佢老母個喉嚨，佢老母連個喉嚨都冇埋喎，邊有可能仲生存到？仲點講嘢啊嘛？其實有啲問題出現咗啊！嗱，是啊，呢啲慢慢嚟。即係什麼真係甚至做出嚟的東西麼？唔係，係你個 friend 嘅老豆。俾件西裝著，攞出嚟俾佢著，係唔得嘅，唔可以著西裝啊！雕像係，冇嘅喎，邊條入手？係咯，都係頭先個父親嘅眼睛被乜嘢咗，母親嘅喉嚨都被乜嘢咗，而我也話咁樣 feel 到個 friend 已經死咗啊！而我也～
咁即係頭先個雕像係佢老豆，咁佢老母，咁佢老母點啊？講到嘢冇事啊，暫時。其實我覺得應該佢老母係咪死鳩咗啊？係咪嚇我哋嘅諗住？即係我哋一救翻佢上嚟咁就。可能係啊！哇！屌啊！進擊的巨人。其實我又先匿咗地方嚟嘅呢個。啱啱見唔到㗎，啱啱。喂！出嚟見我。出嚟見我。但係唔 safe 咯，太麻煩。廁所啊！啲先生唔好掂咗佢啲便便。你同我諗嘅一模一樣，不如來同佢阿媽講，你老豆佢女老公已經死鳩㗎喎。哦。係嘛？所以咯。所以冇得講。其實我 feel 到佢阿媽都應該死埋。係咯。佢老豆隻眼都俾人挖咗落嚟啦，有佢有乜理由唔死啊？再睇下幅相咯。哦，佢嚟咗。哦。又係呢個黑色頭髮。你出去揾佢。冇眼冇口冇窿嘅女人喎。又係呢個。哦。走咯佢。我一睇個便條，佢就走喎。咁我依家係咪出去真係會撞到佢？佢同我出去道門係同一道嚟嘅喎。哇！走，有有啊！但係又冇咗佢，佢去咗邊啊？走咗啦。等先，佢入嚟。我點？整嗰張相，唔係，唔關事。呢、這個真係有什麼在裡面？哇！你有咩咁嘔心嘅？咩？哦，小心將隻眼夾到本書度。係唔心跌咗隻眼佢。睇睇下書啦。頭先嗰條好喎，隻眼。佢隻眼跌咗啊！裝翻落去。佢睇書睇得太認真，唔小心瀉咗落嚟咋，擠咗出嚟。這裡應該不是真的吧？怎麼可能是真的？絕對！撲你個街！你唔好咁樣翻譯得唔得？眼睛入手。佢好似直譯咁樣咯。入文 Google。俾 Google 小姐直譯㗎，係咪？攞隻眼，等先。咁我咪可以俾翻佢老豆。係。點揾個喉嚨俾佢老母啊？係啊，點揾個喉嚨俾佢老母咁？不過過咗呢一度先嗱，不可能，即不是真的。係玩具嚟。係玩具嚟，唔係可能係女鬼就睇書睇太認真寫咗佢。篤。我眼珠個瞳孔都唔一樣。係。哦。哦，哇！好 smooth 啊，成個人。你好，老豆。老豆你好。咁我而家開咗個櫃，打不開。即個櫃子，如果被襲擊的話，可以隱藏起嚟。其實佢咪暗示緊我會俾人襲擊啊！鎖匙咧？鎖咩事？鎖匙。鎖匙幫我開門啊！啊係喎，即係佢老母話咩揾鎖匙幫佢開門啊嘛。係。好 smooth。save 先啊！算啦，唔好 save 咗太無聊，唔刺激。等先。啲人由頭玩過。哇！啊你好啊！佢又嚟啦，又播一段動畫，但騰定後先。喂，走，唔使播動畫。我想去個櫃度啊！個櫃啊，係嘛？佢啱啱先講完嗰頭啊，撞到啊！放心啊，啲神走位冇嘢。哇哇咁樣啊！哇哇會卡住喎、啊！哇會卡住。屌你老母，追得咁開心，死柒頭！嗯，你好。我上上啊！喂，你好。哇！原來有絕技啊！原來呢度。呢個 AI。哦，走啦！哇！哇！佢咪穿咗牆啊？唔知。我屌！佢會追上嚟噶佢。穿牆啊！佢啫。喺呢入個櫃度，呢入個櫃度。哇！哇！老豆幫你擋住，好嘢！人有自己擋住嘅路。哇！嗰人係個 friend 老豆啊！有呢叫咩？趁而家。哇！匿入去。哇！黑曬，做乜鳩？呢、這個櫃又咪黑啊嘛！哦，冇啦，老豆。老豆。誒，老豆冇啦，老豆。又冇隻眼啊佢。喂，唔係啊，係死鳩嘛！謝謝你幫我找回眼睛。哇，其實幾感人啊！我幫你揾隻眼，佢又幫我擋住佢，低人。做乜嘢？係老豆，你死得好慘，老豆。
唉。有更有興趣係條鎖匙，唔係佢老母，等先 save 咗 save 先，係條鎖匙。其實我驚我揾到條鎖匙之後，俾佢老母懟冧咯。你知佢老母㗎，同佢講嘢先，門被鎖上嚟。咁我哋俾人追一追，咁有咩意思其實？我唔知有咩意思。入去廁所冇嘢。大嘅廁所。是不是在這裡啊？哇，屌你，什麼來的？人來的，人來的，人來的，是不是？看看，那個，這個叫花，三年前失蹤的那個人，超顏色頭髮，不是咯，不是，那個叫茂美，這個叫明美啊，仆街，花菊明美，你是太好了，是普通人，立即變身，被這個家伙，被這個家困住了嗎？新角色喔，是不是真的那些呢，RPG那些什麼冒險者，就乜乜乜加唔了隊伍咁樣，而且還不止啊，楊優加乜再包來包去，Oh my fuck god！我知道，這是因為這個村子被助咒了，想想就可怕對吧？我一起行動，拉就拉樣就不會死了。哦，組隊啊！嘟嘟嘟嘟嘟嘟，到底是怎麼回事？冇人幫助你，根本上呢條友好似唔係好正常。邊有人一上嚟就可能幫助你嗰啲啊？可能呢個就係王嚟啊！我諗。你從這裏出去的地方，你又講得幾有道理，可能呢個真係個乜柒王嚟喎。其實喺度報緊個女主角仇啊！屌，偷食你嘢就成村人瀨曬嘢，使唔使咁樣？拉我們走吧！我叫明美，我叫雙子。真的人幫助我對吧？好天真咯，主角，你咪諗得太多嘢。19歲，即係呢啲咁非常時期入邊，撞到人都係，哇！佢跟住，哇！好 smooth 啊！Online game 跟隨嘅系統，等先。佢有啲咩話？佢件衫又可能十日冇洗啊！睇臭999嘅女主角，會唔會臭死明美嘅？呢個。話點解佢睇臭？質量差的衣服，質量差的著裝。等先，點解佢會有睇臭嘅？咩事？收古水。冇沖涼啊！咩啊？呢個唔係三日冇洗啊！呢個係明美啊！21歲嘅明美。21歲，最多係咁柒啦。但係都係有睇臭嘅明美原來。不過女主角係佢嘅，唔知幾多萬倍。可以出翻去。頭先個櫃匿埋嗰個係咪佢嚟㗎？咩啊？頭先喺個櫃入邊匿埋嗰個其實係咪佢嚟？哇！仆街，你唔好咁講，你咁樣講一講咯，錯咗一啲嘢。邊個櫃嚟㗎？頭先個櫃咪有個人面嘅。啊！哇！咁似嘅，進擊巨人。哦，對了，地下室被關了認識的人，你個 friend 嘅老母。幫佢找鎖匙的話，是這樣啊！我知道了。鎖匙喺我度啊！跟住去找吧。喺邊度啊 ？Save 先啦。唉，算啦，費事 save 就死啊死！死啊死！我見下佢老母先啦。好，我見下佢老母。帶咗新人過嚟同你傾偈嘅老母，門被鎖上了，佢唔俾我傾偈喎。條鎖匙喺邊咧？上面啦，下面都冇啊。都喺廁所。出邊其實唔錯。喂，仆街！做咩？始終服。做乜鳩？感嘆號？啊，什麼？我配讓你如意的明媚啊！誰有誰在那？雙子快逃，快從他身邊離開！哦，佢個咩？佢即係佢個 friend 啊！啲唔理服嘢嚟嘅應該係。喂喂！嚇、冷靜一點，捉住我的手，不行，不要捉住明媚的手，她是假的，不要相信那個聲音，來吧，過來這裡，雙子，雙子，好似嗰啲戇鳩劇。冇得揀唔同我一齊嘅。好似嗰啲戇鳩劇。喂，走啊，石頭！明美將你真的是怪物嗎？感嘆啊！佢個表情好似好 sad 咁樣。唔通我話係咩？哇！哇！佢唔係石鳩咗我啊！哇！睇嚟係用好威鐵錘出場。哇！咩嚟㗎？哇！呢個絕對唔係明美先啦，唔識唔同色頭髮。阿勒係邊個啊？阿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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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啊。屍體。我哇！頭先講緊你嗰條友啊，話活著嗎？不要咁啊，好過分，好多的血。
哇！哇，白色頭髮嘅。哇，白色頭髮，哇，新角色啊，又係。我已經噴了。誒，小心那家伙！那家伙講乜鳩？明美。哇！明美，那家伙是很可怕的妖怪。有冇咁誇啊？等先，呢個唔係佢個 friend 屋企嚟嘅咩？呢條友又係咩料啊？即係邊個嚟講？他把大家都殺掉了。哦，真係王啊！明美，王化身做明美。唔通個明美真係咁乜柒王？快啲屌佢，已經睇落去。明美將者。這是。這個給你，這是你在找東西，俾條鎖。等先。個問題點解佢會有條鎖匙？因為佢又知佢要找緊揾條鎖匙。係咯，點解佢又知佢要揾條鎖匙？其實呢條友仲有問題喎，嗰個明美喎，嗰個明美都即係明嗰條明美唔知發生咩事喎都，但係呢條友又咁熟個主角嘅喎，其實個主角一啲都唔懷疑。嗰陣咪話咩壓力咧？擺落去開門啊！其實我覺得呢條友真係唔對路，你咁樣搞一搞我好似～我係更願意相信明美多過呢個白色頭髮嘅人嘅喎。明美去咗邊？呢條友太唔正常。喂，小心！開始神走位啊 ，feel 到。等先，佢阿媽係死喎，喺我哋嘅認知入邊。不過佢講到嘢喎。哇！哦，播動畫真係嚟料啦！一定佢老母一定有問題咯！屌，怎麼料啊？別過來！啊！你別過來！屌，肯定出咗事啊！咁你唔好叫我揾鎖匙啦，仆街！仆你個街！哇！哦。哦、喂什麼你叫我不要過來中三門喂不要啊我的同學哇他媽媽生到這樣的喂他的海老子像很正常的哇感染了可能是哇幹什麼啊、哦、我知道一條頸 Oh shit 哦哇屌你啊等等我們有自護好我們現在有什麼我們有這個鐵錘一個之後一個凹痕和槍又沒有子彈即是鐵錘啊全女打哇冇啊！哇哇屌啊！哇哇哦 ！shit！ 你冇 save 啊？突然之間哦 ，shit！ 冇 save。佢突然之間發神經。哇！梗係嚟過啦，簡單啫。嚟過。哇！你等先。喂，都係叫你 save 㗎啦，屌！屌我唔知啊，其實我估到佢阿媽會嚟料啊，但係我估唔到。唉，總之啊，唔該，明美。誒唔使睇就睇過，好叫做明美走吧，好啊。佢上面。明美小姐 get， 佢上邊。其實我依家幾相信明美呢條友，反而白色頭髮嗰條友好唔正常咯，咩料啊？唉，呢劇情睇過飛咗。但係點解佢叫唔好過嚟？明美像你真的是怪物嗎？我唔知啊，我淨係知道。即係仲有意識嘅，啱啱未變個頭嗰陣，我諗。我想都係咁啊。呢條友就咁睇落去，好似吉穿曬塊面咁樣。唔係，我 feel 係好似隻眼俾人插穿咗。聖誕老人不要咁白。我已經不行了，小心啊！家伙啊，方明美。等啦，屌頭先睇過呢啲。我知，其實我想睇下重點就係，即使你要找東西喎，佢到底點解會知道主角要揾呢啲嘢？將條鎖匙點解會出現喺佢個手入邊？就係、是。他叫我們進去是不是真的要來送死其實他就知道他老母一早已經有問題了首先你出不出到去出不到去出不到去其實他就是真的陰溝我們不過他說走的時候是不是有得走的他叫我們什麼有沒有走的叫你走的沒有動畫來的動不到啊是不是要等他自己發癲一路這樣真的要神走位啊你想著怎樣哇完全想象不到他的女兒海老子像可以這麼正常哇一下沒了一下沒了他整個身都不見了是哇不是只剩下頭哇所以我發癲勁快飛過來跟著哇神走位喂來了等等他不動是不是可以揼鳩他攞取來啊冇啊，得個取，哇！哇！又玩？我翻譯唔到，翻譯失敗，我屌字幕組，哇！撲街，全去打，哇！屌啊！喂，呢個細路女有啲問題嗰度，咁血腥嘅，但係佢已經俾人逼到，嚇，唞氣聲啊，嚇，呼啊，呼啊，呼啊，
哇哇，好憎啊，好憎啊！嘿嘿嘿嘿，哇！佢壞咗啊！佢俾人玩壞咗呢個女主角，佢喺度笑啊！嘿嘿嘿嘿嘿，屌！咁做咩啊？佢第一關完。佢發咗癲啊！哇！原來咁樣，哇！佢食屎啊佢！佢嗨到佢嗨到嘔啊！屌！應該不會啦，都完咗啦嘛。其實咁樣更可以證明白色頭髮嗰個女人係有啲問題咯。個故事未完喎。個故事咁快，個故事都超完喎。啊，這時，哇！你啱啱咁鳩 high， 依下冇曬事咩？回復得幾快喎又。突先前進才行。哇！整個畫面黑咗。是不是第一關完成，是不是又在這裡？第一關又在這裡。欸，這裡也是，到底怎麼了？我原來一次黑色就是一關，我想哇什麼了，這麼漂亮，有多漂亮啊。打直行都有，我想打直行啊，這些磨的搶不打直行。哇，炒得幾靚喎！呢啲嘢，成個嘢移植入去啊！有咩用啊？其實用呢啲我唔知啊。即係即刻嚇鳩你！正靚啲，你咁樣講講唔夠姜下。應該唔嚇鳩你嘅呢啲位。難講啊！係難講啊！難講係寵物小精靈。哇！又係呢度。得啦你啊！哇！好大粒喎！屌！我只縮佢後邊，而且哇！屌你，我勁陰森，有幾陰森？都話陰森。哦，佢係咪嗰四個屋？嗰四個人間屋間間逐間去啊？唔係話，即係你什麼地方？你都唔知，已經脱離咗你個 friend 屋企咯。二樓。哇！呢間和風啲喎，呢間。嗱，等先，可唔可以等魚哥嚟玩？唔好啦啩。咁我哋阿波嚟玩好冇？等先。Go！ 過嚟老母。好啦，Chapter One 又嚟到呢度。